来了，余不败的阴损招。不行，根本看不见，根本看不见这些招式是从哪里攻过来的。猎涛掌。这糖葫芦我吃定了。完全无迹可寻。哼，你别得意，小爷我现在才要认真起来呢。怎么会？我感受不到灵力的涌动。再试试。我已经把气息布满整个擂台，竟然感受不到任何一丝灵力。声音呢？一点声音也没有。糖葫芦，我可是要山楂的哦。雨滴灵象，盾！雨滴灵象，光！没用的，我这法宝啊，天人境一下就没人能从正面打过的。你省点力气吧。这小激光还挺漂亮。从背面也是没有用的上面也攻不过，真的无懈可击吗？那道裂缝进到他的防御之中了。还有没有其他招式啊？不痛不痒的呢。怎么打不过，开始躲了？就算我看不清楚，你也无处可逃啊。逃？我的字典里可没有这个字。试图不行，但没我有劲儿啊。嚯，听这动静倒是不小，但是余不败一声不吭的，这小子难不成还想乱拳打死老师傅呢？哼，乡巴佬就是乡巴佬，真难看。灵草，何先生，所一分钱一分货，您这灵草收的勤快，最近做事倒是马虎得很。你放心好了，这次保证把你弄进玄层。先给你进入凡层的价格，剩下的等我顺利进入了玄层再补上。这届的学生怎么都这么滑头？谷歌的传送通道最近好像有点问题。算了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修起的话不知道还得花多少冤枉钱。不得不说，这夜雨跟那满铁牛一样抗揍啊。哟，没事了，余无败赢了，肯定的吧。哎，烟雾开始消散了。这小子该不会是发现我的弱点了吧，老想靠近我，躲得我累死了。怎么样，该认输了吧，一整年的糖葫芦哟。哼，还没完呢，我早就发现你的弱点了，你的地榜100名我要定了。好小子，把擂台砸成这样，何空门儿得心疼死那笔休息费喽。接下来这一招你可要好好的接住。看好了，蓝黄怒。原来是这么破解，
到空中就行了。一、二、三。这一招怎么样？你的招式无声无痕，但打在人身上总归还是能硬扛下来。但我的蛮皇怒，这一拳下去可不是从榜上除名这么简单了。怎么样，认输吗，于不败？我认输。胜方，夜雨，恭喜夜雨成为阴阳学院第榜第100名。他居然赢了于不败，真是后浪猛如虎啊。真的假的，他赢了？夜雨打赢了于不败？这乡不老倒是有点能耐。还行。九八七，你盯着台上数什么呢，上官？你看夜雨。夜雨怎么了？他不是已经赢了吗？三二一。夜雨，夜雨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倒下了？看来他那一招蛮皇怒根本打不出第二级。晕了。夜雨，夜雨。我靠，你炸我，你灵力枯竭根本打不出第二圈蛮皇怒。喂，你居然耍炸。喂，我不服，等你好了咱们必须再打一架。喂，夜雨，我不服的，下回还得打，听见没有？